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到田里面捡点螺丝，给大嫂带到县城里面去。嗨，哦，哟，这是你捡的吗？嗯，这么厉害啊！哟，好大的。你们好厉害哟！哟，呀，这么大啊，这么大！哇，你在那岸边摸的？你在哪里捡的？刚刚那一个？那个是我，肯定不是你捡的。啊？为什么我没有捡到，你捡到了？因为呢，我有想象力。你有想象力？那这跟想象力有什么关系？田里面的螺丝没有多少了，因为被我们捡的差不多了。沉下来，不算。今天水太冰了，不敢下水。奶奶呀，你让不让不让拉我？奶奶，你把我拉长了，拉到这里了。哎呦，不用拉力啊，不要不要了，不要了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我怎么都没。一个都没捡到了，我也没捡到，已经捡过了啊，才就捡过了，难怪我一个都没有捡到。那很累累哟。刚刚伯父从这里捡过一次了，这里面去捡。嗯、啊，这都是伯父捡的，伯父徒手都抓了一条鱼。这个鱼再不拿回家，肯定也要死掉，鱼鳞都受伤了。你们养的，我当然养过了。我没有。怎么今天来都没养？是谁抓到的？他就那一条鱼，我有点害怕吧。害怕？那这么一条鱼，你怕啥呀？他娘来的鱼。他快不行了，你给他人工呼吸。哎呦，没人。我害怕他们咬我。有三条鱼哎，是我们能不能养它们呀？可以，就是拿回家养的。抓到了螺丝，因为水太冷了，这螺丝都钻到泥巴里面去了。还有，我要帮它起名叫小花鱼。小花鱼呀、啊，伯父徒手抓了三条鱼。不好听吗？好听好听，和你一样花。它本来是花的。受伤了。这条鱼就是花的，对的，这几条鱼都受伤，连这鱼鳞，鱼鳞掉了，然后这里又出血了。对对对，都定了啦。你喜欢吃吗？今天梦瑶要我吃完这碗田螺。真的呀？又没养那条腊鱼，哎呦，还有啊，又捡了两个大大的。来，大婶，大婶，快来，大婶，大婶，干啥？在那滚没滚没了！哇，快点快点快点躲雨！快点快点快点下大雨了！一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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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一。